我族的黑暗之气连地仙都难抵御，他如何做到？多半是造化玉蝶。传说中的先天至宝。先天至宝皆内蕴天道奥义，若能执掌，成圣在望。本以为引此子来能炼化龙元提升实力，不料还有大惊喜，真乃天助我也。摘星手。不好，有异动。走。消失了，居然是虚空之门。第一神将的法器，可无视封禁大阵，穿梭虚空。看来，第一神将把他引入我界，早有预谋。现在怎么办？普通仙人毫无办法，但对本座来说，小菜一碟。虚空锁定。万里追踪，好像有人盯着咱们。是黑暗邪灵王，抓到你。快留下！平，一飞。什么仙气？姑祖。我的魂要你偿命。时空通道即将崩塌，快退。还在黑暗之域，今日尔等注定殒命。天地为阵，山河为眼，黑暗路先阵。这气息超越阵仙境了吧？不止，陆仙阵凝聚了整个黑暗之域的灵脉之力。完了完了，我才刚清醒就要死。黑暗裁决，等鼻子上脸。这已经汇聚了整个黑暗之域的力量，可斩天仙。拿什么挡？姑祖全力出手，定能解决那条雷龙。若再失手，我族无人可摘。该死的邪灵王，早就布下杀阵，等着雷龙前辈呢。太阴险了！纵然实力不及巅峰万分之一，灭你族裔。
是造化玉蝶，如今的实力无法应付先天之宝，只能启动那个计划。想困住我，做梦！黑暗之眼。神化万法，居然不受黑暗之眼侵蚀。小样，此乃复仙阵，岂是你能吞灭？是先天灵宝炼妖壶。算你有点见识。可以安息了。本座定要将你挫骨扬灰。雷龙前辈，杨修，待本座修复炼妖壶，你答应的事可要兑现？自然，我借大业尚需前辈支持。知道便好。裂纹消失了。哦，雷龙前辈当真厉害。有他帮衬的古大叔定然来历非凡。多少万年本座终于苏醒，此后必将再进一步，无敌诸天万界。这气息绝对在真仙之上。无敌诸天万界，小九，你想威慑本座不成？你是龙无敌前辈。正是本座，若非本座出手，你还睡着呢。多谢前辈相救。连此等远古强者都对他敬畏有加，这条大腿可得抱紧了。恭喜先王大人，攻破封印指日可待。耗时这么多天，总算没浪费本座的一番筹划。再带六个人来，本座要将仙焰珠封印到他们体内，全力破阵。是。虚空之门果然玄妙。樊庆阳道友，推演我借同门下落，
太清道法，正悟乾坤，急急如律令，天机先凝聚他们的法身，注入境内即可。剩七个，其他人呢？情况不妙，得赶紧救出小姨。可知具体地点？黑暗邪灵族的圣道，在黑暗之域的核心地带。大虚空术，诸天现化。虚空坐标，起。怎么回事？异象罢了，少管闲事，尽快提人，万不能误了古祖大业。师尊所言甚是。在那儿，留他做人质，其余人全带走。谁？小姨，十一界修士古风，族长，古风闯入我岛救人。一击秒杀渡劫境，他身上有黑暗邪灵印，无妨。古神子，古祖，古风闯入圣道，终于来了。此子实力极强，我们的人挡不住。放心，邪灵印没那么好解。发生何事？楚灵儿的邪灵印消失了。难道是雷龙？最好是他，在本座炼化龙元，亦可正道称圣。他竟然凝聚出本座的分身。先天灵宝链妖狐便在其中。大宝贝儿，我来喽。等一下，傻鸟又要倒霉喽。传说中的顶级仙器，多吸几口就能早日迈入碎虚境。等我回到族中，那些小红鸟肯定投怀送抱。杨道友，神桥的剑质消失了。古籍记载，神桥有仙灵守护，实力最差也是真仙境，不知为何尚未显化。啊，明白了，先前古祖让我带你来，又怎会派真灵阻止？古道友即为天命之子，
自当无阻。哎，主人，仙气可壮大元神，哎，快吸呀！再耽搁就没了。黑暗大吞噬。哎，我才刚吸几口。还是我聪明，提早出手。古道有在渡劫。我的神魂提升了五个小境界，恭喜古道友迈入渡劫六重境。啊，多亏贵族的传承仙器，继续前行吧。多少年了，无数修士未能登临，真是沾了古道友的光。前辈将我引入此地，所谓何事？算来了，堪比真神的气息。请前辈不吝解惑。引你来，是为了送一场机缘。前辈想要什么？借你之力，炼化黑暗邪灵王。晚辈实力低微，如何炼化得了他？又是拯救世界的戏码。那主人好忙啊。你自然不能，但炼妖壶可以。好恐怖的力量，为师比真神气都强。居然是件残缺仙器。神将大人，您打算将这件宝物送给我家主人吗？炼妖壶乃我界顶级先天灵宝，得来不易，不能送。切，不送还说个老实。助本座修复炼妖壶，可赠你虚空之门。哦，好东西啊。他的气息似乎超越了仿制的十二品莲台。同为仿制品，他是仙王级，执掌可瞬息穿梭虚空界，哪怕有封禁大阵阻隔也无法拦你。那感情好，以后遇到强敌打不过就跑路。仙王级在你界堪比神王法器。这么厉害？真神之上便是天神、神君和神王，虚空之门可以说价值不菲。前辈美意，晚辈却之不恭，只是不知该如何修复炼妖壶。造化玉蝶的本源之气，事关重大，需和雷龙前辈商议后再做决定。可
修复炼妖壶，极耗本源之气，届时本座将陷入沉眠。损耗前辈的本源之气，本座和造化玉蝶共生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但能换得仙王灵宝，不亏。你想救人，正好用得上。不过往后，本座只能再出手一次。想让我当打手，没门！平时出手推三阻四，这次却主动帮忙，巴掌在诓我。也罢，万事还得靠自己。前辈放心，我定会多寻些真神宝液，助您复苏。